安，小朋友们 ，Selamat pagi。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 Latihan 13，写下你们的 nama 跟 dare 名字跟日期。然后呢，我们来看帅干，他就是要你们画去对的图片。看第一个格子，他讲 ini adalah ada perempuan Jack， 这是 Jack 的妹妹。哪一个图片是 Jack 的妹妹呢 ？OK，Jack 的妹妹，我之前说她是。Jan OK Jack 的妹妹就是 Jan， 然后呢 Jan 还有一个弟弟 Itu ialah Ada lelaki Jan OK， 那是 Jan 的弟弟。 Jan 的弟弟呢年纪还很小，然后呢他还在喝奶奶 OK， 哪一个呢手上拿着奶瓶的就是 Jan 的弟弟。然后下一题，这个我要你们自己做。Ini ialah Jack， 哪一个是 Jack 呢 ？Jack 啊，你们自己画啊，这个你们会的。好，我们看下一个。Tandakan betul pada ejaan yang betul， 在对的拼音那边旁边打一个勾。第一个呢，他写阿亚，阿亚是谁呢？我们来看啊。OK， 阿亚是爸爸。爸爸，这个图片里面的人是爸爸吗？不是，对不对？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二个他讲阿德，阿德是谁呢？阿德是弟弟，你看弟弟在哇哇哇在哭了，所以这个图片是弟弟吗？对，就打勾。OK， 下面我们再来看 ，perempuan 就是女生、女孩子，她是女孩子吗？不用紧，我们先看第二个 ，lelaki 是男孩子，这个 Jen 是男孩子吗？不是，对不对？所以他是 perempuan。我们在女生的旁边打一个勾 ，perempuan 还是女生。然后呢，第三题我们看 ，lelaki 跟 gaga 哪一个是对的呢 ？lelaki 是男生，这个人是男生吗？还是他是 gaga 还是姐姐？OK， 你们这个你们会啊，你们自己做。我们看下一页，帅干，这个又是要你们画线去对的图片。看第一个，嘎嘎，嘎嘎是姐姐，哪一个图片是姐姐呢 ？Jen 是妹妹，所以她是姐姐。嘎嘎 ，OK， 这是嘎嘎。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阿德勒拉基，弟弟阿德勒拉基。弟弟还很小，我刚刚说了，所以哪一个人还很小呢？还在喝奶奶 ？OK， 就是第一个弟弟 Adele Lucky。最后一题呢，你们自己做。Adele Burnbun 是谁呢？妹妹 ，Jack 的妹妹是 Jane， 小金小杰。